这是日本 Beautiful 气垫神级焕肤足膜的新包装，它可以提供型号 US 8.5 号以内的姐妹们用哦。切记，脚一定要先洗得干干净净，方便您用。剪开红色线后，最好另外用胶带粘贴，不然那满满的精华液就会流出来了。如果要方便行动，请套上长袜子吧。过了一个到一个小时30分钟后，就可以解袜了。一定要用清水彻底的洗干净哦。第一天脚开始有些许的痒，到第二天还是痒，可是脚开始出现了纹路和裂痕。第三天，脚开始脱皮了。第四天面积又更大了，用手撕下时 脚皮完完全全不会痛哦。第五天脚底的死皮，尤其是脚板尾的好厚，撕下时死皮会粉嫩粉嫩的。七天后，美脚小姐就出现了，一定要好好保护哦。接下来，关心的问题与回答，仔细看哦。这是好用的护脚霜，保护好脚哦，和面膜，谢谢大家。